地方信仰中心寿山岩观音寺将在9月16号到9月20号举办观音佛祖立台280周年启安五朝佛教庆典，堪称地方盛事。因此今年庙方也与在地的学校合作举办相关系列活动，其中今年庙方与寿山高中合作举办寿山岩美的民俗飨宴海报比赛，分成国中组和高中组，邀请在地学子们发挥创意，画出建教期间的民俗之美。配合280周年的五朝佛教，寿山岩观音寺今年委托地方学校共同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发扬观音妈的庇佑的精神，让更多人认识。其中今年我们与寿山高中合作举办寿山岩美的民俗飨宴海报比赛，邀请国高中的同学们以我们观音佛祖280周年建教庆典活动为主题来制作手绘海报，即日起由寿山高中收件到9月22号。除了不能让海报变成立体之外，都欢迎大家发挥创意，并有机会获得最高5000元的图书礼券哦。另外，寿山岩观音寺也与文心国小合作举办了寿山岩信仰与光影之美全国摄影比赛，以寿山岩观音寺为发想主题，期盼透过各地摄影爱好者之手捕捉寿山岩观音寺的信仰之美。入选的照片最后也将会在庙宇三楼展出，庙方更寄出20000元的奖金，期待各路好手的精彩大作。另外，我们今年也与文心国小合作举办寿山岩信仰与光影之美全国的摄影比赛，欢迎全国在地的朋友用相机、手机或平板，在近一年拍摄我们寿山岩观音寺三级古迹的庙宇建筑与风景，也可以是从9月16号开始举办的建教活动照片，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最高20000元的奖金，并在我们庙宇的三楼来展出，即日起在文心国小收件到10月5号，欢迎全国摄影爱好者一起来挑战捕捉信仰建筑自然之美。以上两场比赛即日起由个别承办学校开始收件，分别在9月22号和10月5号截止，详细资讯可以上学校官网查询。寿山岩观音寺庙方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赛，还可以把握9月16号星期六开始连5天的建教庆典，来到庙里寻找灵感，期盼透过不同的角度用艺术来发扬信仰之美。记者刘玉婷台北报道。